咁但係咧，喺呢個位咧，其實咧，我係幫希臘諗咗一個完美無瑕嘅解決辦法。而呢樣嘢咧，其實我覺得，即係聽眾，如果你有辦法咧，你幫我即係掟上去立法會度，將嗰啲咩民生議題嗰啲咧，就算咩中援出唔知你出十糧都好啦，你過咗呢條先，因為冇辦法係俾呢個禁威嘅。係係咩咧？香港買咗希臘，我同你講，香港係買得起希臘。點解啊？希臘依家係爭你，大家知唔知依家希臘係爭呢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幾多錢咧？佢咧係爭緊貨16亿欧元，計翻港紙咧，140亿。咪先咪先咪先，140亿係。因为前排高铁我系超支，好似都你又可以帮佢找五次数啊！屌你老母，系咯，喂，我高铁条数好似都吓，系啦，止个钱、啊，你帮佢找，你买起成个希腊买起佢，喂，啲国家好似抵过条铁路。喂，呢啲咪啲古装咩武侠片，有个大侠去啲咩唔知儿童院定咩话，嗰位姑娘话佢而家争你几个钱去赎身啦，我帮佢赎完身，你跟我走，系啦，嗰样嘢咯。你最紧要而家你唔知找一条姑娘，你要找五条姑娘数翻去6P。即系唔系找五个翻五 P 就好惨嘅事嚟嘅，其实找即系找六次都可能得添嘅。咁而最大个问题系，你谂下，到时香港系几大口气呢、這个？即系我去希腊内陆基嚟嘅啫，我自己地方嚟嘅，系我系横跨咗你几个国家，我内陆基嚟嘅。但系其实，哇！你真系你嗰下威啊嘛，仲要唔系殖民地，我真系拥有你噶嘛，希腊用港币，哇！真系。喂，有冇谂过咧？玩大富翁咧，都系买地方噶嘛？系啊，你而家买国家喎，真系威好狠多喎！你真系建议俾立法会做呢个方案啦，真系有得谂。喂，新年呢条桥 OK 喎，真系冇得输，我直情觉得系喎，找咁次数真系。讲到呢单嘢讲到最尾咧，我都觉得真系实行我个方案。即系我觉得老领 fit， 即系唔系甚至我哋网台，我哋呢个台成立咗以嚟最有用嘅一个建设。approve approve 边只 approve， 即系你谂下到时，喂，其实你即系听众，你唔好觉得喂你讲到咁样，其实同我冇关系。你唔系你谂真啲，其实你生活上好多嘢都用到。你第时、就是、买屋买希腊啊？嗱，当然一来买咯，可以买希腊啦。我收工飞翻，系啦。你谂下，你老板同你讲，喂，你做咩迟到啊？屌，希腊嗰度飞机 delay， 我唔想。喂，你地铁坏，你即系新闻都报，你飞机 delay 一定报啦，系咪先？唔系咁，当然成日搭飞机有冇危险又另一件事啦，吓。系啦。而你想想即想回想我想想想第一想最想想嘅，你要食羊腸，希臘大把啊！你要飲羊奶，希臘都有啊！以為即係諗埋來源地同產地嘅關係喎、啊，係啦，即係好似買咗蒙古嗰片咁嘅草原，有啲蒙牛奶任我去飲咁滯，日本喎、啊，你真係嗰樣嘢係，即係好似買日本茶妹任我咁樣，幾方便。咁你諗下，你然之後啦，你再諗下，你飲緊羊奶嘅時候，你女朋友揾你。做咩咁耐唔蒲头啊？我希腊呢啊，即系你希腊多咗一个地方系几咁重要啊！即系计东莞之后，另外一个地方，同埋即系你谂下你希腊嘅森林，香港唔够地啊嘛，啊土地问题解决，我去马国家翻嚟解决埋土地问题，老人院即系冇人老人家俾人虐待啦，系啦，哇 OK 喎，你买希腊系一个最好嘅办法嚟嘅。是冇可能引到一个更好的投资的。这个算不算 YPR 暂时为香港做出最大的贡献？如果他实行的话。那方案给了他不实行没计啊。那给你的想。好过买亚视先。那不如这么说，你想要个国家定还是要一条高铁先？个高铁还起不起到先？还要未必止这个数。未必止这个数。即是我觉得你想，譬如你想用高铁来 cap 税那班人，你冷静一点想想，你买一个希腊。起条高铁由香港去希腊，长咁多，水 cap 都好多噶。你又唔系啊？要话条高铁，你高铁横跨个希腊个难度真系高嘅。咁你不如咁讲啦，你而家香港边起一条超支咁多钱嘛？你买个希腊翻嚟，再喺希腊嗰边起高铁，再喺希腊嗰边超支。唔系你喺希腊，你喺希腊度，就算你起条高铁喺希腊嚟香港咧，其他国家都唔可以出手干涉你噶。因为即系我呢个系我内我内政嚟啊嘛，系我系横跨你国家，我内政嚟，但系唔系咁好狠恶喎。咁希腊本身恶开噶嘛，系咪先？唔系最紧系希腊嗰个希腊大，即系都算地方大过香港啦，点计啦？好多。咁你整条嘢就喺东面去西边，咁你好过起死西铁啦，大佬系嘛？你起条铁路嚟 tap 水更劲噶噃，冇得输噶噃。喂，到时你谂下，到时希腊同香港有几多飞机？你起到六条跑道都冇人话你啦，系咪先？系，即系唔会起计三条做生晒嘛？你乜而家翻工翻学要搭飞机？多两个机场都唔捻掂啦，冇得跑道啊！你真系。
OK 喎，真係。即係無論係你係企喺一個乜嘢嘅立場，都係最好嘅方法。即係到時六百金咪可以，你要普選，你移民過希臘咯。希臘港區有普選，希臘區有普選，係嘛？即係大舊拉票要過去希臘嗰度拉票啊！你好，我係希臘區嘅議員啊嘛。真係哇！跟住你要啲大媽冇嘢，擁曬個希臘跳。香港唔准跳咁，哇！即系你遇到嘅问题，掟晒佢希腊，当佢垃圾堆填区咁样。O K 喎，呢个真啊，啊咁即系，所以买希腊系好嘅。